将要进入澎湃的季节，新港乡公所主动出击，顺势向内的排水设施，发现新港村中兴路一段的大水沟土沙堆积的情况严重，周边的环境也生满杂草。乡长陈焕章马上派清洁队到现场进行处理。龙安，你爱晒哦。马上就要进入洪台季节，新港乡公所主动出击，顺势向内的排水设施，是不是有土沙堆积的情况？啊，今仔是阮新港乡吼，因为即摆来吼，洪台要到啊，吼，啊加即个落大雨，啊加即个登革热吼，蚊啊真侪，啊阮公所这边咧有出来咧巡吼，啊因为即个沟咧啊，拢几十年拢无清，吼啊已经吼土啦吼，烂土足侪拢塌咧，啊水沟无啊都通，啊佫草啊发甲足严，啊今仔日咧啊拜托清洁队所有有诶咱遮兄弟仔咧啊出来吼啊，遮草来治治咧。啊，甲请怪手来遮吼，啊土来清清的，互伊会当讲吼，若风台来咧，啊是大水来咧，会当讲会当互伊真顺时畅通，会当讲袂造成即个水灾。位于新港村中兴路一段的大排，原本是水利灌溉高准，但因为建设计划，将附近的农田拢囤起来，当作商业或者是自家用地，大排水沟嘛失去原本的灌溉功能，呈现死水状况，真容易产生病蚊虫的环境。所以乡公所今仔日特别派人到现场清理环境。那咱所有的乡亲来报告。哦，因为清洁队这边咧，即马公所这边有成立吼，即个清水沟的即个部队吼，啊加即个头登革热啊，即个队，所以咧啊，乡民有需要，才来咱公所啊来登记，哦啊，公所就一定随马上派。啊，咱的清洁队员啊，去来恁服务。为着防止天狗地甲风台季节淹水的情况，乡长陈焕章呼吁民众会当多多利用公所的服务，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环境。大众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。